做呢個獅頭咧，俾人呃過，寄咗去，依次步去到外喎。差唔多仆街咯，嗰陣時，我哋啊嗰陣時啊，成間食攞啲炸雞啊，捱。我叫做林明國，我今年76歲。你出來做這個需要用多少錢來開始？哎，那是很慘哦，那是我們出來做啊，一個月才做四頭獅子，邊度夠食？咁樣本錢咧係嗰班，因為有同人哋裝修下、做下、做啊，慳埋慳埋慳埋，咁樣有差唔多要40,000馬幣啦。買原料、買架撐啊、鬥豬啊嗰啲整。獅頭嗰啲道具啊，啲計計埋埋啊，唔夠3個就40萬啊，40,000冇曬。你一個月需要多少錢來維持這個生意？現在啊，最少要5萬，像多倫做工不用給予薪水的，租金咧3-2層咯。依家一隻咁樣嘅，睇你係愛咩魚料。OK， 好似呢只係3,000蚊最低，到8,000都有。8,000嘅，好似咁樣嘅。好似咁樣嘅啊，又有龍又有鳳，那個是吉祥獅王，它有龍有鳳有五福、哦。這個一個半月你可以做多少個？一個半月啊，假如講趕工，一個半月可能有、差不多30到40種。因為又要積又要睇太陽喎、哦，冇太陽可以淋白白唔要乾就死火，唔可以玩，唔可以攞吹風機吹，唔得，要走嘅。也要看我们的心情的啊，心情好咪快啲咯，心情哎好闷啊，懒咯咪慢啲。你每一年接多少个 order？ 最多是今年250只哦，以前是170只，现在赶到半只。会赚多少钱？计除咗啦，最多系1/3一赚。薪水咧，原料咧，租金咧，不是我的，我这个。租来的，我没有屋子啦，也是租屋子啦，我没有车啦，土地债啦，走西头玩得走食咩？就系咁啊，赚就没有赚到钱，我带你去看赚到货。你看那个毛，咩颜色都有。这些货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外国进啊，中国进的，一张400块，钱就赚不到了，再攒到货了。这样子一个50头最贵的那个部分是什么？最贵的就是这个头的毛、狮背的毛、裤子的毛。以前我在雪糕厂那边做浆机器嘅，嗰阵时嘅粮银咧就1日4蚊馬幣，生活有问题嘛。咁我本身都有个书团，咁我啲狮头烂咗，咪自己做铁打医生，咪医人啊医狮子。出边好多书团嘅狮头烂咗，咪俾我整咯。咁做啊做啊做下、啊，不如自己出嚟做啊！你做了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你一直做下去？兴趣嘛，我哋咁辛苦挨到有咁嘅成绩，咁样梗系继续努力嘛。开头好惨啊，借女嚟做，嗰阵时做到赚咗出去还债咯。嗱、啊，到搬嚟呢度啊，顺境啊，咁咪租咪留下咯。佢慢慢一步嘅，唔可以一步登天。所以我好堅持嘛，我捱咁辛苦捱到今日，傳俾我啲女婿咯。而家一個月20幾隻，而家我都唔敢接，講又慘啊！嗱，你做呢個獅頭咧，俾人哋呃過，美國嘅添，每年20隻，美金1,000一隻，訂咗5年 cash money 俾你，最尾一年打電話，哎呀，我好急愛啊，你快啲寄啊！我啲錢咧，冇想講你啊，我5年都俾 cash money 你嘛，你驚咩？寄咗去，依次步去到外喎，差唔多仆街咯。嗰阵时，我哋啊，嗰阵时啊，成间食攞啲炸鸡啊，嗌。我那天在上网看到有 LED 灯在里面的，你对新的这种风格的五十头有什么意见？创新不离传统，更胜于传统。咁你有咁嘅嘢，咁啊多人买咯。以前嘅狮子一冇出嚟，嗰啲斗技细佬哥见到都病就俾人惊啊。而家你啊，狮子一冇出嚟，细佬哥就系望，哇，会啲叫，会啲叫。但系我哋都去跟潮流吓，舞狮都系一样啊。以前边度有跳桩，而家跳桩几次，哇，人哋爱咁爱刺激啊。工厂做的那个五十头，会不会代替手做你做的那种狮？代替不得。我哋系舞狮嘅，我做嘅狮头梗系适合舞狮。工厂做嘅狮头系佢系识扎个狮头啫。未必是好冇，我哋笠嚟好舒服，佢嘅笠嚟不同嘅，365天没有休息的，做到3年30萬，年初一蹦蹦撑，点解又出师啦？到15翻嚟都冇休息，又去滚工又做事，冇停嘅，所以我哋秒老就系咁啊！最近 happy 嘛，我哋中意嘛，睇开啲，知足就长乐，冇屋都冇相干啊！